大家好，我是华哥哈，大型宠物市场又来了哈，现在我们在室内哈，然后有粉丝哈要选个异色的精品的法牛，我们市场看到了一个，看到此视频的家人们啊，千万不要发走，看一下是什么样的狠货，什么样的精品。来来来，今天满市场哈转了一圈，然后就这一个哈，唯一的一条，这个得有三个多月了啊，疫苗齐全了，看一下，口感非常变了，这是异色哈蓝包金的，看一下，非常牛逼哈，咦，口感杠杠的，好了。就这一嘴了，来老板说说价格吧，我听听。你刚才四爷说了，满市场就这一只，而且还三个月了，疫苗齐全了。啊哈。天价啊！哎呦，天价了。4800。哎呦，那现在俺不聊了，俺走了，那就不想卖你了。咋不想卖了？人家要4800，哪能搞了价？那还抢了就够用了。那还哪有能搞了价？你吓死我吧！姐，那那边还两个排队的。还两个排队了，哎呦，那你真不想卖人家？那够吗？那你家里够多也就够了，你给别人4800，你给我还能这价？啊？给六百个面子。哎呀，行了，白了，我这样跟你说，我也不是不懂。你看，虽然月份大了，可是它不是超短体了，对吧？体型不是超短体。你看我哪个够？你都是先踩我一。对，这本来就是事实。你看身子多长，腿长。我都不是你拉，我给你，你买我的够，我都气得我上不出来了。哎呀，别气别气，一会儿我给你买好吃的。你说个实在价，我给你买一个够，买了收你钱。不啥了，你千万别给我砍价了，你给我砍价，我都不想给你拉了。走钱。要4800，我直接给你写1000，只要1000，3800啊，1000，看1000的面子，可以了不？1000，3800。对呀，3800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我眼睛是啥颜色？眼睛。眼睛是蓝色，蓝色。四眼，他这个眼睛那里不是四眼，还差一点。你最后又放你养了，你也知道三个月后养了，比两个月多养。好了，我不乱给你，我也不乱给你。你看我大方吧，1000都给你1000多，我这一回给你2600。哎呀，这个够2600值。给你那护板的皮样，哎呀，你别护板来了啊！哎呦，实际上我没相中咱这个体型，客户相中了，他就要这那么大嘞，他就要标题嘞。你讲再讲，2600能买个这吗？还三个月一色了呀？那你说啥价呀？你瞎。他越一色越不值钱，他要血统纯了，他是蓝色，他不会这种颜色。啊，无语了，无语了。妈的，啥叫不安排不明白？你说你蓝色价高啊？价高，他瘦，他是冷妹，不吃香，现在知道吧？你耳朵还不理，耳朵还没理好嘞，身子上腿上，你还说啥？别骗我，俺的狗了。好了好了，俺的狗在俺眼里都是个宝。啊，这是宝，是啥都是宝。我这样给你最后说一句，我最后说，你看我大方吧？3000块钱我也不赢到了，3000块钱新龙我都给拿走。真的，真的，这个狗，你3800，我给你3000了，这狗你可以卖了，真的。3800，你直接给我摸了800。哎呦，值，它就值这些，它要是超短体呗，身子短，然后小体的，我给你5000，它不是小体的，知道吧？它小体的我5000，我给你做重工去也可以，它这个做重工不够给。你别看了，我再让你4400，3400多难听。3000顶上了。多难听了。4800。我不喜欢墨迹，你要信我都拿的，不信我都不拿了。你卖到手里现在是钱了啊，等我走了你再喊我都不来了。哎，你说光会威胁人啊？没有，再拿六百行吗？3000，三千，你卖吧，你卖我就拿的，我真不墨迹了，我不喜欢，我来了几次了，不喜欢再摸了，你要信我都给拿走，行吗？哎呀，我再给你买两个狗就行了。哎呀，你给我向外面宣传。哦，不说3800啊，行行，我不给外边，行行，我也检测一下。哦，来看一下，咱给他检测带走发货啊，非常漂亮啊，非常牛逼。来，评论区留言，家人们，评论区留言，咱带走发货去。来来来来，我们给他打包哈，一起打包两个，看一下，然后选了一个虎斑的哈，然后这个蓝包金的一起走。来，家人们哈，现在我们给他打包发货哈，看一下，非常牛逼哈，现在看着越看越牛逼哈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啊，想看什么股啊？想啊选什么股的？咱评论区留言，家人们，评论区留言，看一下咱这个是发到哪里的？浙江的哈。发到浙江绍兴的，看见没有，家人们？浙江绍兴的，等一下，咱给他约顺风车哈，带走顺风车。
好了，家人们评论区留言哈。